今天我们带达拉啊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听说达拉肚子比较大啊，我说是吃胖了，老铁们就说是怀孕了，然后问达拉呢，达拉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去带达拉去医院检查一下啊，达拉，给你检查检查 ，look OK， 啊，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怀孕了。这个是达拉的妈妈啊，开了，那咱出发吧 ，Go，OK。Okay?走了啊，出发去医院，准备去医院了，但是医院人太多了啊。现在达拉啊还有他们几个先来吃个饭，一会儿再去医院检查。吃完饭了啊，我们到医院了，带着达拉的妈妈还有艾丽玛这些到医院了。达拉在这排队呢，正在挂号呢啊，非常期待结果呀。达拉，嘿，达拉，一会儿给他看一看啊。刚才问助理了，说是现在看不了，得下午来。After，那就等下午吧，太麻烦了。刚才检查出来了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怀孕了？怀了没有？还问都还问。我打发的呢。俺搞没地方，我们打发。怀没怀？我那没搞着，你们什么出产？你们是哪门的？啊，倒是。哪出产？你们他干哪块嘛？怀还是没有怀吗？让你问怀没怀孕，转一圈又白过来转一圈。开了去问那个女的了，到底怀没怀？还有我，这个女的说怀了啊，穿白衣服这个。达拉又去问医生了。走了啊，兄弟们，真怀了啊！好消息啊，今天好消息，达拉怀孕了啊，达拉真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这下要告诉格鲁了啊，告诉她老公。走了，咱去庆祝一下。喝两瓶小酒庆祝一下，走了。恭喜啊，达拉。达姐真怀孕了啊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真的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能怀孕，真的是怀孕了。带达姐到这吃个鸡蛋啊，英吉拉庆祝一下啊。达拉 ，good 啊。哈哈。真的是怀孕了啊，不敢相信，他老头都60岁了还能怀孕，真是不敢相信。